十二月，布王三起兵陷邓州、南阳，以应福通、号北所红军。十二年，朝廷遣陆鲁岑穆两淮盐丁五千人，以攻徐州。又遣知枢密院侍乐阔察而将兵会之。二月，与赫斯虎赤等进讨。赫斯虎赤见红军正大，扬鞭挥其众曰：“阿波阿布者，华言走也。”于是所部皆溃，贼势亦赤。朝廷又遣平张拱博下放将士为汉军及蒙古军数万讨之。拱卜班亦日夜纵酒，不以兵事。魏义为福通所袭，大败。军中师大将所在，数日月死者师，使之拱卜班已死。官军隐却三百余里，屯向城。是月，定远郭子兴等起兵破濠州，以应福通御史大夫也。先贴木耳与魏王宽彻歌，将精兵三十万讨福通，攻上蔡，拔之。秦韩咬住。诸王沈宝复取洪、睢阳两县，福通据，严兵据守。五月，也先贴木耳屯沙河，数旬不敢进。军中夜惊，也先铁木儿先遁，左右控骑马留之。也先贴木儿引佩刀斫之曰：“我非性命耶？”遂亦去。诸军皆溃散，军资山积，悉为福通所有。也先贴木儿收散卒，抵汴。汴守将谓之曰：“汝为大将，见敌崩溃，吾将何辱？此城不能入也。”乃屯于诸仙镇，请之。朝廷以平章满子代将，召也先贴木儿还，服罪也。魏王宽彻歌。PG 1263。军于濠州，亦以酣醉为红军所虏。八月，丞相脱脱自请将诸军攻徐州，入其外城，贼以铁铃箭射中脱脱马首，脱脱不畏动，挥军力战，城破，知马里死。赵军用彭二郎遁入濠州，与郭子兴、孙德雅等据守。十月，平章教化元帅董伯骁攻安丰，败贼众于合肥。太尉阿吉拉、左丞太不花攻汝宁，福通退保濠州。是岁，沈丘探马赤察罕贴木儿起兵攻罗山，克之。十三年，知枢密院侍老张攻克南阳、唐州。六月，诸王八突与福通战于濠州，败没。福通复陷害封。十四年，福通又陷颍州。是月，朝廷置毛葫芦一兵万户府于南阳、邓州，以御贼。十月，平章达师八斗鲁及太不花会兵攻安丰，不克。十五年二月，福通等自砀山嘉禾营陵而至，建号称皇帝。又号为小明王，都濠州，国号宋，以陵而自谓赵氏义也。建元、龙凤、尊山同为太上皇，母杨氏为皇太后。撤路易县太清公才，以造公事，以度尊道。盛文玉为丞相，福通、罗文素为平章，刘六为知枢密院事。刘六者，福通弟也。尊道粗有文武，继位丞相，灵儿美事资之，颇专自自用。福通使勇士窝杀之，自卫丞相，
灵而不能问。七月，达师巴都鲁与福通战于长阁，失利。达师巴都鲁退驻中牟，又为福通所袭，获其辎重。留哈拉不花，伏兵要之，夺所获而归。八月，苗军元帅吴天宝死，